截至4月20号的一周内，总计有。我买迄支电器大概2万元，啊，现在台湾是8万9千。对啊，他爬山也可以穿雨鞋啊。那谁不就得穿？都不保持啊。上上。这种控制何必了？多大权力啊！我靠！我靠！你跑了呀！快呀！我。